好，气温有感的骤降了瑞穗乡的富源与拉吉河干两个部落文件站。今天呢是首度办理联谊的活动，将近有50多位的总岁超过1000岁的长者们，除了进行部落传统歌谣的交流，透过各类团康游戏拉近彼此的情谊，同时也驱赶寒意，个个都活力满满。两个同属阿美族的部落文件站长者双方进行第一次的联谊，就以传统歌谣与舞蹈来相见欢。瑞穗乡拉吉河干部落文件站与富源部落文件站以台九线各分东西，今天首度办理联谊交流活动，部落长者个个都相当兴奋。两站的造福员也规划各类团康游戏，拉近彼此之间的情谊，同时也借着游戏活动驱赶寒意。不论是两人合作用纸搬运球，还是展现个人球技的投篮游戏，各个长者参与踊跃，就算行动不良的长者也都参加，欢笑声加油声不断，个个充满活力。我们也可以有时间，我们也去那边给那个会员现在招待一下，所以请大家在各位哈常常来这一站，两个文件站第一次举办交流联谊，获得长者们的热烈回响与支持肯定。这一次做客的富源部落文件站，除了感谢东道主拉吉哈干部落文件站的热情接待，也特别回邀下回在富源文件站相聚，一起共学共餐，共荣同乐。记者石玉兰瑞穗采访报道。